只有女人爱名牌，男人也爱名牌，应该来讲所有只要是人都爱名牌。名牌什么？名牌就是等于你知道高品质的保证。那保养品呢？保养品中的名牌我觉得就是你有我的金城之霜里头有一瓶叫金色尊容霜，非常厉害。它里头除了呢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用的那个红霜里面的60种这个植萃，然后它还加了一个10种的抗老生态，它可以补充我们流失的胶原蛋白。也许你还年轻，你会觉得说胶原蛋白是什么，你只要注意拿着放25倍大的镜子，就在镜子那边看，比如说法令纹你会变深了，泪沟你会觉得变深了，然后笑起来有皱纹没有关系，但是你不笑的时候那条皱纹还在，那就是你胶原蛋白流失了。没错，所以这一瓶就可以解决了你这些困扰。所以我说保养品中的名牌就是这一瓶的顶级尊容霜。